这个第二页，第二页，特显接近烧，天地皆动然，众人有想象，教令地无常。无数亿众生古来请菩萨，一时到机下化灵向佛道。劫尽消，咱前回有甲人讲过，这个劫，亦做时间、数量、业运甲灾害。哦，这个劫都这种、这几款的这种法义，因为咱人大这个气世间，就是咱大这个有形象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一个时间啊，甲数量的单位，譬如讲，为日啊，为一月啊，几月为一年哦，这个就是啊，就是给讲时间。或者呢，咱这个世间的这个物质，有这个行住坏空的劫，所以这个叫做行劫、住劫、坏劫、空劫。除了安尼以外，啊，个就叫做正劫甲减劫安尼，吼，这两经有讲过。啊，搁再一点呢，凡夫入十信为信，心如去修，到这个妙觉地，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这个五十二开位，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四十位就是地前菩萨位，这么来地上菩萨位就是初地、二地、三地，甲这个法分地，这个叫做十地菩萨。去里，他一个叫做顶格地，一、那个叫做顶格菩萨。顶格菩萨那是以现时来讲呢，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哦，啊个弥勒菩萨。譬如讲弥勒菩萨，即马伫倒数轮，这个叫做波处菩萨。观世音菩萨伫西方叫做国土，有啦叫做波处菩萨，这个拢总叫做妙格地。哦，安尼呢，那对这个。十信位的信心就开始到成分呢，安尼做三大阿僧之劫，安尼，这个就是个说明时间，有那是个讲功德的数量，这政府有甲咱讲过。但是另外一个法义，就是有关经藏内底这本法愿书林内底有个讲，这个劫量篇有讲安尼，这个劫有一个大小之内呢，拢总有分作三项，譬如讲大。就是水、火、风、鬼灾，所以这个劫叫做灾害，好、哦，遐有讲叫灾害。那么这个小灾害，就是有一个刀兵、饥馑，啊，个瘟疫，这个就是讲小三灾甲大三灾，大三灾中，而且个火灾会燃烧天地，所以它叫做劫尽烧，安尼燃烧的烧，哈、哦。将来这个天地拢会烧不去，那么这内容是安怎样？那是以这个《佛说中阿含经》卷二十二，我们即摆来个讲小三灾。这个内容呢，我就简单搁再详细甲恁说明一下啊。咱即摆人住即粒地球，即粒叫做现劫，现劫内底呢有一个生劫，有一个住劫。啊，一个坏劫，啊个空劫，安尼，有一段时间，咱这地球形成，啊个停顿一段时间来得到变化，要派去啊，到尾空安尼。这个也是以金刚经给讲的，讲，即微尘生世界，啊将来会善世界为微尘，或者有可能写一个四中劫，就是主劫。啊，甲先劫、主劫、坏劫、空劫，搁再来呢，有一个叫做正劫、甲减劫。譬如讲，这个每一劫哦，一大劫、一大劫为四中劫，哈、哦，安尼就是啥呢？即行主。坏空安尼哈，那么每中劫、一中劫为二十
小劫，每一小劫，譬如讲这个主劫，安尼来甲讲吼，都分作二十小劫，每一小劫哦，安怎分作二十小劫？但是这个劫有一个叫做正劫，啊个减劫、正劫、减劫、正劫、减劫，人类的道德一直提升，咱人的生命一直长，这个叫做正劫。人类的道德一直衰败，咱人的生命一直减少，那么这个就叫做减劫。安尼叫做减劫，那么这个叫做正劫。最高的人寿是八万四千岁，你这个世间八万四千岁，最少是十岁安尼。减到人寿十岁，啊，就搁增减啊。这个佛经的经藏是安尼甲咱说明，所以每一个拢有一个增减、减减、增减、减减安尼。一大劫。有成劫、次劫、坏劫、不个空劫，所以呢，一大劫等于八十小劫，二十小劫成四，安尼拄啊八十小劫，一中劫为二十小劫，还佫成四倍，安尼。但是一增一减安尼算起来呢，一个小劫。拄好一千六百八十万年，一小劫为一千六百八十万年，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八十万，你安怎甲算？等于八万四千，乘一百，佫乘两倍。安尼你算下就知影，八万四千乘一百，还搁再乘二，安尼，安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来，今来这个甲咱讲，这个减劫，即马咱来甲讲，即马减到人寿七十五岁，平均七十五岁的时阵，即马搁再以后一百年，搁再减一岁，一百年搁再减一岁。每一百年人寿就搁减一岁，释迦牟尼佛的迄个时段人寿是八十岁至一百岁，啊，即嘛一个都减，所以真的人寿平均是七十二岁到七十四岁，这个在保险业伊的调查是安尼，平均的寿数，即嘛来一年搁减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未来人寿剩十岁，安尼。安尼过偌久，搁再六千，差不多六千五百年，人寿就剩十岁啊。一日减，一日少，一日减，一日少安尼。但是到这个小三灾来滴，因为每一个小劫，拢有增减、增减、增减。因为真人去做业，而且咱人到这个十岁的时阵，人寿就无剩十岁，因。就会发生这个第三页，这个内容，第三页写这代志，今我咱来甲看哈，人寿十岁要接近十岁迄个时段内底，因为即马人已经直直计无道德啊，所以生命直直短，生命直直短安尼。这个主劫之中，正减劫各二十，拢总拄啊有二十劫。正劫、减劫、正劫、减劫，但是三灾是起无灭，迄个叫减劫之中。比如讲正劫甲减劫，正劫甲减劫，但是这个三灾就是这个水火、这个刀兵、饥馑甲瘟疫，这个时阵拢会起出着这个大的灾害哦。第一就是饥馑，因为众生因为三毒。专心天良怒不降雨，世间终究遭遇饥馑。时间拢讲在七年七月甲七日，死人无量。第一就是什么份呢？就是
无米通食，已经食。啊，像那开安尼，伊就无修行嘛。啊，是甚物原因无修行？就是因为众生有三毒，贪嗔痴，啊，做一切恶业。所以这个天甲天神啊，甲这个龙受气无要落雨。无要落雨呢，世间所有的这个五谷未生未长进，连草树木拢死，所以众生就无米通食呢。拢总偌久呢？七年七月过七日，我七年外拢讲无落雨。好、哦，所以咱人的天理吼、哦，咱人的这个道德是用在这个天理里咯。世间的灾害和道德有相关。因为贪嗔痴三毒愈强，灾害愈多。哦，这个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因死的人是无量无边。那么第二呢，叫做瘟疫灾。小三灾就地震灾和瘟疫灾。三毒愈盛，道德愈准。哦，所以有迄个非人放毒。非人是啥物呢？就是迄个鬼灵。鬼灵会放毒。咱这个大地长期间流行着瘟疫，拢总外久，做七月过七日安尼。吼、哦，迄个时阵死的人有那无量无边。那么第三呢，叫做道病灾，因为三毒入心。吼、哦，啊，这个害心愈严重，所以靠一句讲名利之害心。到迄个时阵吼，即、這个大地的印象是安尼啦吼。你若随手拿一个物件要和人冤家，迄、那个物件拢变作内刀，害得都死去啊，拢会互相残害安尼。凊彩拿一支树叶起来，有那变作刀片，害人就会死啊。所以佛陀在即个阿含经卷二十二讲安尼，咱人寿减到十岁，人人。烧记着了后，拢会怀毒害心，啊，拢有想要相杀，无一个有善念的，拢总在七日中有刀剑结气，而且刀剑剑呢，不是干那人见人要杀尔，迄、那个时阵，我那起着一个攻方，树叶啊，有诶大叶飞落就会杀死人。啊，佫一世界拢无物件通食，啊，佫有着即个瘟疫病，所以有真侪人准备伫迄个山洞内底咧。啊，山洞内底食啥呢？食迄个树根安尼。吼、哦，啊，现人拢讲无衫裤，无米通食，当然是无衫裤。啊，无衫裤是安怎呢？经典是写讲穿法衣，法衣讲咱人头毛老老甲长一日长身甲法衣。人就剩差不多两粒管了，迄个时阵人两粒，至三粒安尼，上大上大呢安尼啦，啊剩了较细汉呢，两粒管上哦，啊人出世五个月就结婚，五个月就结婚呢，啊无通食，啊无通食，到尾去食三回呢，去迄个网啊内底挖迄个骨头起来空汤，挖死人骨开空汤，啊有时阵去压迄个草根起来夹安尼。哦，那个、这个、这本那个《佛说中阿含经》内底观二十二寿岁命安尼，我抄经起来个，我抄经起来个，啊，空死人的骨，啊，一世界呢拢白骨啊，捡到有啊，哦，因为死的人真多嘛，啊，无人通去带啊，无人通去带，哈、哦，所以凡死无量，到尾呢，这个地球死到剩一万个安尼。死到剩一万人哦，作为人证。但迄个时段吼，空中有弥勒菩萨的出现。弥勒菩萨出现，总啊，甲在外的人讲，讲因为众生应该的寿命是到八万四千岁，今日为什么开遐短？就是众人的这个三毒太过强，所以就甲在无死去的人啊，叫因忏悔拜佛安尼。那么安尼，多剩一万人做人证，啊，七天后这个刀兵的这个问题较熄灭，啊，即嘛剩这一万人，他搁在做人证，他搁团安尼，即嘛这一万人开始就忏悔啊，
忏悔呢，即马来得个一百年，十岁的其中较个增加十一岁，啊，搁再一百年较个增加十二岁，搁再一百年较个增加十三岁安尼。迄、那个传落来囝就对，传落来囝啦，传落来孙，较个直直增加年龄，搁增加到人寿五万六千岁啊！你这个世间当中，寿命拢长。啊，这个世界它阁变作莲花宫，就是弥勒菩萨给讲的第二个人间净土。迄弥勒菩萨他来人间，非量化三昧安尼，哈、哦。所以，咱会记住，即马来吼，人寿愈降低愈无道德，啊，生命愈短，啊，灾害愈多。你即马简单甲看吼、哦，就是讲，卖甲讲啊，这个生态。生态的破坏就知影，即马即个落的雨拢生火嘛，吼、哦，即安尼自然，即、这个树啊拢会死去，常常会死去，啊，甲即个人工的破坏、灾灭户破坏就对，啊，甲生火的破坏，啊，甲刀兵战乱，上届无咱啊讲万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吼，即、这个核子弹可能整个地球都燃烧差不多有。80%去啊！再来呢，这核子弹爆发了，大地所有物件拢烧，这个地球的周边拢形成一片迄个叫乌烟，会真侪年拢未散。啊，现太阳的阳光未当照入到大地，啊，这个大地内底所有变作冰河。你若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科学的报道，就知影。因冰河了，这个食物拢死去，因为无阳光就死去，啊，这个水内底所有的鱼啊，拢死安尼。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卖爆发上好，若爆发起来拢无好，吼、哦。一个核子弹的威力胜过当初美国点广岛迄个原子弹1000倍，啊，你敢想看嘛？啊，这个地球要甲总毁灭偌济粒？啊，即应该讲是计讲总毁灭啦，差不多30粒就总毁灭啦，地球就总毁灭。所以核子弹影响出来呢，可能死亡的人数有那无量无边安尼，吼、哦。所以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甲近差不多50年嘛，啊，这个武器愈发展啊，飞弹愈发展愈厉害、哦，所以这个就是未来人间的这个惨厄吼。情形就是安尼。那照经典写是写有一个基金灾、甲瘟疫灾，啊，甲一个刀兵灾安尼。照经典写这三项，啊，来看现象解问题，可能会搁较严重。吼、哦，啊，原因就是出自咱人无这个自卑心，啊，三毒的贪嗔痴愈强安，所以较有影响这个大地。不过这个问题吼，那、哦。新纪元就讲，即个公元2000年后，可能即个大地有一个变动，即、这个地球有一个变动，新的纪元。当然嘛，这边唔知安怎发生嘛，会安怎发生什么代志，最近番，对讲真影响韩国的问题，啊，甲咱中国的问题，即种两方拢有牵连着。韩国的战争若爆发，可能咱只有奈继续爆发。咱家若爆发，韩国可能有奈爆发，因为两个国土有民主甲共产，啊，韩国也是安尼吼。即、哦这个是未来吼、哦，真有可能会连带发生，会连带发生的。不过我是讲，咱啊来继续忏悔。那未当改变整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灾厄，上届无嘛，会当改变咱个人的业力。所以我想讲，大家不管再继续做，继续忏悔，啊，这个所在拜88佛，继续拜安尼。哦，因为罪业，这个业由罪生嘛，啊，若要忏悔，自然消灭嘛，就安尼尔，其他无啥物进步啦，哈、哦，就安尼。带动厝内人忏悔礼佛，吼，带动厝内人持斋修戒，安尼来，伫这个重业中会变得毕业。
那么这个未来不就会有这个基金灾和瘟疫灾和这个多病灾吗？但是如果求生到处净土，就这问题就没了，我们知道这事情就没了。如果等到这个灾害过了变成净土，我们大家来付第一次量化会安尼。哦，这个在经中内底都是个鼓励众生一定啊，安尼，他跟求生到处都因，好、哦，今麦佫再来哈，差不多佮讲的是这个地球减劫的这个个小三灾，哦，今麦来有一个叫做大三灾安尼，这个大三灾就讲自劫了后啦，哦，自劫就去讲这个，这个有每一遍二十小劫中拢有小三灾。但是这个自劫内底二十小劫过开始这个坏劫，今麦要讲就是这个问题啊，好、哦，这个问题，这是小三灾，今麦才开始就大三灾啊，这地球另外这个要坏空这段时间，今麦要讲是这个哈、啊，这个自劫渐渐的进入坏劫，坏劫到进入空劫，啊。坏劫最后的一增一减劫，这个地球就破坏去啊！所以今晚要甲咱讲，就讲将来这个地球，诶，这个大三灾有一个火灾、水灾、甲风灾啊！今晚要甲咱讲是这个水灾、火灾、风灾。那么这个三灾不是同一个时阵生起来哦，哈，不是同一个时阵，因为这个自劫了后，这个坏劫吼。第一是火灾会燃烧这个地球，火灾。我再要甲咱讲，像讲佛祖啊、佛祖坛啊，差不多这类的。将来所有森林拢烧歹去啊，都亲像火灾燃烧这个世界，讲意思。你甲看一个原子弹顶的广岛呢，迄我着还有相片，我有第四世界大战的必书的一本册，第一张就是写。原子弹电工岛，规个拢总烧干咯，连迄个建筑拢总歹去嘛，树啊拢烧歹去，差不多类似这款，就讲燃烧世界，吼、哦。但是这个燃烧世界哦，对对合起来，对地心起来，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嘛，这个地心吼、哦，啊个集团的这个火，所以靠迄个火山爆发，咱知影吼、哦，啊个集团的火，但是咱。经典的下的这个火地港，就是去讲这个地球的中心的这个火，有真的生灵在这个人间作业了，落在迄个所在去受苦。这个火的地港就是地心，那么寒冰地港就是南北极，有真的生灵去在迄个所在受困去受苦，在迄南极甲北极，这是冰山雪地世界。我在那本《六道苦报》里面就写出来了、哦、所以这个火烧将来这个地球要火烧除了外部有一个问题说将来不知道怎么这个古写如如写这样将、哦、来这个 天空里面会有三粒的太阳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变成这样现在一粒有时候这个温度就让人受不了说将、哦、来这个地球里面有三粒太阳变三粒太阳出来啊，搁在这个地球的地心，这个火在里烧烧到变对无间地角，迄、那个叫做火热的无间地角在里烧烧到世界初上，拢总烧到，这是未来哈、啊，未来哦。这段时段是对对起，就是对这个坏劫开始，坏劫开始啊，现今都因为渐渐要减少啊嘛，渐渐要所以对坏劫开始安尼，这个主劫啊，搁无这个火啦。水啦，风安尼，吼、哦，这主角还阁无这个大诶一种大三灾，对无间地角烧到世界，就是讲六欲天拢烧去，啊，到这个世界初上，因为世界初上有一个叫做凡众天、凡夫天、甲大梵天，拢总烧着，吼、哦，拢烧着哦。三灾会火灾大生，但是会到处蔓延，就是讲这地球一世界拢总会安尼。哦，火了后呢，无一个所在烧未着，所以它叫做天地皆动然。动然就讲弥漫甲蔓延，蔓延甲整个地球，
啊，那将来佛祖等佛祖见证就差不多类似安尼啦。佛祖见证，即卖来火灾会到处蔓延啦，吼、哦！火灾后壁还佫一个水灾，水灾后壁佫一个风灾哦。即地球会燃烧，是七八处的火灾。只是七处吼，应该是八处啦。八处因为拢总有，吼、哦，后壁很贵，你去看就知吼。但是好啦，七处也好，八处也好哦。拄啊好，七处过了后，较有一处水灾安尼。七处火灾，啊过较一处的水灾，吼、哦。但是呢，七处的水灾最后。你甲看遐，七处的水灾了后，最后卡一处的洪灾，安尼，所以讲讲有照经典去写，甲七的火灾多，即个地球燃烧甲叹气多56遍，那照即个古写论讲的是安尼，拢总多56遍，啊7遍的水灾甲一处洪灾，拢总多总共是64。64遍的这个大灾劫，啊，加这个世间气世间完全毁灭，吼、哦，安尼，这个世间都由安尼来总毁灭去。但是这个世界受着大火燃烧，这个叫做劫尽烧嘛，就是这句，吼、哦，将来这个世间有这个劫尽烧。天地大动然，这个天就是讲啥呢？就是去讲这个欲界拢烧着，咱这个地球也拢烧着，拢弥漫着，所以才讲天地大动然。烧到底呢？因为这个火劫、火灾是烧到这个大梵天嘛，而且水灾就去到二禅，而且风灾才去到三禅，安尼四禅都无。四象就无这个最火风，而这个大灾厄啊！所以讲天地皆动然，就是这个火的时阵，火给烧，多附带烧着这个欲界，啊、哦，拢总烧着。这个就是，啊、哦，这个我才有写的嘛，《古下论》12，安尼。这个世界是大火燃烧，这结晶是大火。大火灾到处蔓延，从地狱燃烧到大梵天，因为火灾就烧去到，这个大梵天就是初禅嘛，世界初禅，哈、哦，六欲天当然拢总受着燃烧，所以讲天地皆当然，就是古舍论十二哦，再用古舍论十二讲，所以这个古舍论十二讲，为起世间空挂而住，无中占有7日。伊这个古舍论，搁在讲有7粒日头啦，吼、哦，7粒日头，珠海天劫，江山动然，每一个山拢都烧着。九度就是讲世间有3粒太阳，迄、那个三轮就讲3粒太阳，吼、哦，啊，这个是写7日，7日话无限制咱遮，因为这个四大部洲嘛，四大部洲咱这个是干阿一个南疆部洲尔。所以伫近咱遮都有3粒太阳，迄、那个三轮就是3粒太阳，吼、哦。冰将分了，风吹冷焰，烧上天宫，乃至梵宫，无畏灰烬。到这个大梵天宫啦，就是这大梵天王这大个所在，烧甲拢变灰乎安尼。这是古舍论内底讲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关火灾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来下面这两句是怎样讲呢？因为众生，比如说我们今天众生本来是以为天长地久嘛、哦、这句话我听人说嘛，可是呢这个跟像东条李白有一首诗嘛，天长地久有时尽嘛、哦、你们都有读过古诗有没有？啊，还有一句初心绵绵无尽期，哦，迄、那个是给描述一个洪太后的情形。啊，其实真真正正天外长地外久，
因为有那个你念一句有时尽，所以这里面说众生本来以为天长地久，世间是相处不变的，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有时尽。那按照这样给算起来嘛，你给想说二十小劫啊，一劫是1680万年，这样来给算，你就能算出这个地球的寿命多久啊，这样自己在算就知道、哦、所以这里面呢，但是众生看到这个劫火在燃烧大地哦，特别这个天人看到天光被烧毁，内心关照会去想念，因为大地也去烧了嘛，啊，天人看到应该大的世界也去烧啊，六欲天的这个四天王天拢烧去啊，土地天、夜魔天，吼、哦、啊，这个倒数天，啊，你这样唔能怀疑哦。啊，倒数轮也烧一遍，因为迄无叫做倒数轮呀，听无？我甲咱讲就是迄个自觉过啊嘛。恁爱看好，唔是讲啊，到时间就清净国土迄个倒数轮嘛就烧掉，迄无倒数轮呀，听无？迄无迄个内因甲外因，因为有内因甲外因分别是安尼。这个众生伫这个自觉者，自觉者是每一尊佛，伊要来人间生活，一定爱伫迄个所在待一段时间，或者有缘的去伊个世界。然后伊若下生人间来甲对来，比如讲释迦牟尼佛也是安尼，正念开示佛也是安尼。吼、哦，所以有一个叫做道术外因。啊，甲道士内院的菩萨叫做波处菩萨，伊啊去等等在众生含伊结缘的人去，去了较来人间。比如讲，释迦牟尼佛伫遐的一段时间嘛，是真济含伊有缘的这个菩萨拢去遐，吼、哦，啊，甲伊所救度拢去遐。伊来了，还所有的几百万的这个摩诃萨拢过来，过来世间讲意思。但是将来这个派去呢，就是到家过就开始派去啊。因靠分一个叫做波处菩萨，因迄个轮椅就是波处世界菩萨个大，叫做净土。但将来开始燃烧是对这个这段时段去的，你爱记好啊。这个时阵阿个无烧，大只人阿个较会对坏劫甲空劫，甲燃烧去你到六欲天呢。恁爱记好，唔通讲唔通搁再卡电话问讲师傅，你昨日讲个暗个到处人用那烧去。迄个时阵无叫做倒数轮呀哈，安听无？安尼看有哈？因为有人看到我整理的册啦，啊，敲电话去问，啊，说你安尼讲到倒数轮拢烧去啊，伊就是前后看无好，迄是坏劫开始，自劫无，自劫有小三灾，有无量的小三灾，无迄个大三灾安尼，好安怎样哈？所以天人会看到天将被烧毁。啊，内心去做一种观照了，去想念，就知影讲世间的一切拢讲无常多变，因大家拢去烧啊嘛，吼、哦，当然会安尼想啊。所以唔讲有一句众人有相相，吼、哦、啊，照亮地无相嘛。种世间的人本来是注重这个世间个看作相，想念讲是相是不变相，但是那安尼较讲啊，原来观照了后。他当世间是无常，啊，其实咱即马直直学分学法，咱就直直了解嘛。我所啊个一切法拢无常啊，即马拢直直知影吼，唔免得当较信啦。因为咱即马先明理就知影，你冷静落去想，一切法拢是因缘所生，安尼才讲多变，因缘所生是多变，啊。那么即摆下面即句、即四句，迄、那个时阵，火佮燃烧的迄个时段，吼、哦，有无数亿个众生哦，无数亿个众生，包括人众、天人佮灵界的众生都着，因为烧了到地界个烧，世间的只鬼灵拢烧着，譬如讲鬼灵有住伫树林里呢，迄种烧到无当大嘛。咱知影吼，拢烧着啊！所以这个灵界一切众生看到这个大火的燃烧，也觉醒，因为会恐怖，恐怖啥？家己的身躯会破急毁灭生命，家己的身躯会烧着，
天人也烧着，世间人也烧着，灵界所有众生拢会烧着安尼。哦，当然畜生都嘛是拢烧着啊，将来是必然安尼啦哈。所以伫这个所在，我就特别甲咱注意提醒一下哈，特别甲咱注意提醒一下。在小三灾内底，将来就有真侪苦恼的代志啊嘛，卖讲到将来这个大三灾。所以小三灾有苦恼的事呢，总共予你压力较大三灾，咱伫这个小三灾内底面，最后较紧劈这个现象界的这个世界，变怎劈？就是今生今世吼，较紧求生到处净土安尼，安尼就劈过了。求生到处净土到未来第十劫的境界，人寿五万六千岁，咱来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就大变成。一种清净国度，现在劫未来的这个基金啊吼，还是讲瘟疫，还是讲刀兵，都拢撇过啊。安怎吼？但是即马的三宝地主，那是这段时间无撇无过，反正在苦苦的代志拢有。就是讲，好你会当付第三次迄、那个莲花会，可是伫这段时间就减劫到净劫，还佫真长的苦，六道中个轮回还佫真长的苦。哦，所以注意最好较紧，今生今世吼，较紧求生到处轮，安尼就不要紧。但是到未来啊，搁伫人间，即粒地球拢烧尽，还是继烧啊？对遮开始拢计歹啊嘛。即整个地球拢计燃烧，但是地球内底有无数一个众生，即内底有地界的众生，也有鬼道的众生，也有畜生道的众生，也有人间的众生，也有阿修罗。吼、哦，啊，佮再来，咱在地球顶端的这六天的众生，这个叫做无数一个众生，看到这个地球也烧，地界也烧，啊，佮这个六天拢佮烧嘛，吼、哦。但是现呢，这个世间有哪有真侪菩萨？菩萨的行愿来这个世间救众生啊，所以这个众生会安怎样呢？吼、哦，会来请菩萨。请菩萨来个时间，跟算的话，看因即马已经大劫临头，伊要安怎样撇开到这个劫安尼？信拢会来惩罚救度，安怎吼？即句话就是叫讲，无数亿众生故来请菩萨。作为人家受苦的时阵吼，较会想要修行，恁敢要相信？这是实在的事，因为比较有看这种现象，这是真侪年来我都安尼感觉。可在最近呢，我哪有发现，这个代志要发生的时阵吼，大众人拢会手忙脚乱，有的就较会去拜佛。啊，即嘛代志呐，刷去了，伊就袂记得佛祖。我咧讲，这众生拜就拜安尼。有人唔着不管在参会，家己自身的问题病啦啥会参会，叫人家斗会用好去啊，事后就无去拜佛，甚至有人呢，佮恢复本来迄个习性，开始就去拜家己过来，安尼就无救啊，第一次就无救。这个是现象界众生的一种通病啦，安在无？众生的一种通病，拢会安尼。不过希望在佛弟子卖安尼。唔免就讲在家教，特别特别，啊，平常时懈怠唔免安尼，正常礼佛忏悔，应该安尼较正常，安尼较健康。那是讲下来彻底，那讲唔免到时间教教来请菩萨啦。那是讲小病唔愿意，大病叫当机，对不对？问神家问家问家问。不过咱这个种种弱点就是安尼，但是这段时间我是讲。问题还是在家还没发生的进程，我就跟人讲，公元两千年可能有一个大变动，因为新纪元嘛，吼、哦，可能有大变动。那么现要安怎？咱今嘛提早就可能修行啊嘛，提早就可能修行啊，免到亲像进来再去讲讲，无数的众生在这在家中间，开始请菩萨示现说法来给救度。但当然，那段时段人类愈痛苦。菩萨的愈济来人间呐，这是应该是安尼是无唔对，应该是安尼。所以菩萨受请了后，
所有的众生较同齐来到迄个所在，吼、哦，来到迄个所在，从来来甲教育，要安怎伫即个灾劫中，安怎样忏悔，安怎样解脱，就是来解教育的即个解脱的法义。你将来万一这段时阵，吼、哦，六道中会轮回的众生，你既然知即个灾劫已经到。我就菩萨就来甲教育众生，安怎又来让众生趋向佛道安尼？因为这段时阵吼，众生较会想着要学佛啦。天下太平的时阵，众生活了真快乐，伊拢无想着佛祖。那是有问题，较会想着佛祖。所以这段时阵，一切菩萨甲教育众生，吼。一时众生一时倒机下了，他化灵向佛道。所以，这个我那也再搁再了解一个菩萨的这个精神。今仔日佛法中方法，要安怎样让众生同齐集合我来？众生集合我来了，唔通我空空搁再倒转去。无论是小的一个道场。小的法会也好，大法会也好，一定爱让伊会当得到受益。迄、那个受益是甚物受益？就是讲，伊今仔日来遮，含佛法的因缘来到这个道场，咱要安怎样甲教？教好伊将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每一尊、每一个法，重要是趋向，好伊将来成佛。所以这个在菩萨行者一定要有这个本事啊，教了会正确，安尼较对。但是今仔日在座诸位，你来到这个所在，迄就是不管在，你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要来听迄个正知见的法师来讲到一个真如法的法，通乎我修行安尼。您一定要有这个观念，真如法的法来乎我修行，我是要创什么会？我就是将来要解脱，不但我家己要解脱，我有哪要来教育一切众生，能够当解脱安尼，安尼较有可能向佛道。所以你唔是讲来这所在拜拜，要求感应啦、啊，要求保护，唔是安尼尔。吼、哦，是讲我将来要护佛法，我即马要护佛保护是无唔对，但是我将来有哪要献出佛法中，而这个一份子来保护众生，你一定要有这种的。干咧，亲像观念啦，还是这个观念，安尼较袂辜负福音。请大家一定要发大心，吼、哦！今日就是这段，实现结真修，天地皆当然。众人有相相，照灵地无相，无所益众生，故来请菩萨。一时到机下，化灵向佛道。好、哦，这是一个说明安尼。那么下面这四句呢，定书金就术，刚巧自机的，尽现行处事，饶益诸众生。这个就术，那是以咒来甲讲，在经典中有一个四种的陀罗尼，叫做咒陀罗尼，咒陀罗尼哦哈。但是这个咒陀罗尼。当然是有不切的心念，持咒来到底呢？真正这样，让你想不到的，在这个益处。但是这个咒是三怎样呢？这个咒啊，是佛菩萨将禅定中所发的必力言故。你个想讲正法明如来，就是观世菩萨的真心嘛，哈。较早有一尊佛家教教大悲咒，又安尼持呢？你甲看七地菩萨变甲八地，迄种急速就成就起来。迄个啥物？就是内底内摄个种清净，从即刻提升起来。你甲看迄咒偌好？哦，伊个在当然，即个咒咱会当直接含即个佛菩萨沟通着。所以你若是要持咒，心身躯清净，心清净。安尼是较会应验，因为即个就是你个持咒的中间，定持到即个心净化，安尼即个含即个佛菩萨感应相通。
这个也就是佛跟菩萨禅定中所发的秘密意见哦。但是呢，这个咒一般有哪有讲，有哪有善咒、恶咒？要注意，有哪有善咒、恶咒？善咒是有善神，那么恶咒是有鬼灵安尼。我细汉的时阵啊，捌看隔壁一个人吼，又去学一挂咒，安怎呢？迄鸡啊，伫遐爱甲安尼啊念甲念念，迄只鸡拢打恐龙色，拢打恐龙色，安尼，写几十分钟，甲糟蹋你只鸡啊！到尾，他个念念迄只鸡啊，准平嘞，啊准倒伫遐，搁等几分钟，他个好起来。哦，有听讲敢放恶咒嘛？有啊，吼、哦，放恶咒哪有这？所以这个咒恶咒，最。佛弟子那是修到菩萨界，人放咒应该放袂入去，听好无？那修到菩萨界应该袂，万一啦哈，万一我咧讲，哪有人你那边其他人甲你放恶咒，恁来持破文品的化解，那唔相信你看破文品看卖，化是咪写呢？但真正放恶咒，红放恶咒，持破文品就化解去。因为按照破文品讲开，迄、那个恶咒持好这个三宝弟子。那是有正信的修行应该未入，万一那是有入，迄、那个无善的修行人，迄、那个有入，确定叫断灾，阿来持破门品，安尼迄个咒的迄个个魔力会拍得断迄个持恶咒放恶咒的人，哦，迄、那个破门品就安尼写啦哈。所以咒有哪有善咒啊恶咒，但是咒术，哦，即句咒术。就是讲恶咒的意思，即个讲恶咒。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我老讲安尼，沙门的恶人啊，犯血咒术，就讲这个出家的沙门，因为这个沙门不是讲佛教中的出家人俩，较早印度道真济出家外道的出家人，迄种拢有学到这个恶咒啊。所以这个沙门是讲出家。啊，出家不是讲今仔日佛教徒的出家，因为较早印度都真济，诶，即个外道的出家，因拢有学着即个咒术安尼，吼、哦，梵语毗多罗就是说明印度有咒法。印度的咒法是安怎？因为伊念落到地呢，即、这个丝丝会滴起来，滴开了会去杀人安尼。印度是安尼啦，但是较早咱这个中国文后迄个湘西赶鬼嘛哈，咱就安尼吼，迄嘛是念咒甲大符啊，迄人死去啊伫外地念嘛，啊为着要甲移动的拢赶鬼路的嘛，哦，迄种大符啊啦，啊甲持咒，都甲念念嘛，一直跟开行。啊，印度文后安尼，这唔是假的，这真的，这恶咒方面有安尼。但是这个呢，印度的咒法就是。咒死死，迄、那个死去的人，该念念，互爬起来，也倒去杀人，哦。但是若要破这个咒啦，当初哦，免那个破就讲入这个诸心三脉，这是定力入到这个诸心大慈悲心，啊，自然到这个大力的天神来个守护，安尼特别受到这个，敢那像讲印度的这恶咒术来个伤害着安尼，哦，这个。定书甲禁咒术，这是叫公安的哦。即嘛，还佫有一个问题，譬如讲《大佛顶修炼严经》，基本就是炼严经。即嘛，咱佛教徒注意这段，注意这段哈。这段呐是要破一切邪术，这个炼严咒哪会当破？听好无？一切邪术有哪会当破哈？不过最尾甲咱讲就讲，持咒要会当得到十足的效果，在平常时的德行愈悬愈效果。安听无？德行愈悬的人愈好过。那么这个是阿兰因为去乞食，啊经过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过，啊因为这人那基督徒内底有一个查囡仔，就是摩登客因查某囝，好摩登客女，摩登客的查某囝叫做白吉德安尼。这个白吉德看到阿兰真水。定想讲看这阿兰会当互做翁会袂安尼，因为阿兰尊者有32相，非常的庄严，哦。但是这个摩，伊就这个白吉提就甲伊妈妈讲安尼，
伊妈妈头啊唔答应，讲人迄是一个出家人，袂使安尼。不过伊这个佛经提拢不是家己妈妈擦，擦中间到有一天，阿兰天师对阿过了后，吼、哦，这个沙弥陀罗一挂都改教一个先天先凡天咒，这个就是个控制人的。所以阿兰来到伊个门口的时阵，伊这个摩登客准开始甲念。从控制阿兰入去甲因内底哩，伫个所在已经要毁解体啊，控制甲伊心不由主啊，佛陀知影，他从叫文殊师利菩萨，随变现伫伊个环境哩，准备持这个灵验咒来甲伊破解。所以你若读过灵验经就知影哈，读过灵验经，破解这个恶咒准消灭，这个先梵天咒就是恶咒，甲控制阿兰要破解去。能够让因查某囝啊做翁安尼，好啊控制无掉嘛。文殊菩萨啊，他然后持这个灵验咒了后，文殊菩萨他引阿兰加这个白吉提，就是这个摩登客的查某囝，他来到这个佛所林，来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前城，白吉提受着佛陀的开导，到尾呢，他证阿那含果。这个阿那含就是破阿罗汉的这个三个，四个罗汉就是四个的阿罗汉，三个就是阿那含。好、哦，当时一个见过安尼，所以这个因缘佛陀他底下讲出楞严经安尼。好、哦，所以今仔日咱佛弟子如果那是有着恶咒，受着恶咒控制哦。他跟着持楞严咒绝对破戒，恶咒持楞严咒绝对破戒。啊，那是以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讲持普门品来破戒，但特别较强的这楞严咒，那防控制了，防安怎样呢？差不多叫发狂起笑，持楞严咒绝对破戒。哈、哦，譬如讲咱一家口啊，什么人钓到这个防恶咒控制，那么这个做事大人的人。还是做囝人，我那会使去持咒，持咒伊就破戒，像文殊菩萨持咒，他甲破戒阿难，安尼讲意思。但是要破戒，最好是能力要会当特别，最好是修五戒、修五戒，啊甲菩萨戒这种的人叫持较强，安怎吼？这持较强哈。但是佫一个问题哦，哈，一个问题。如果那是要降服这个欲火啦，那么我那要持楞严咒，我那会当得度欲火。所以真侪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吼，真歹降服，就要持楞严咒才降服。所以这个佛寺内底吼，拢一定要持楞严咒，慢慢让伊这个欲火给消除去。因为出家人有的是年轻的人，有的老人吼，啊，所以人间的这大问题就是这个。食药，所以出家人一定爱吃楞严咒，安尼这个药会直直消不去。所以今来就跟人讲哈，但是这个禁书，这个禁书禁咒，说的讲新咒会当破除一切恶咒。很大吼，就是讲经典中的这个咒，绝对会破解一切恶咒安尼，这个是说明安尼。所以今仔学佛修行，有时阵哦，一挂这个楞严咒啦，啊，这个个大悲咒，这拢一定要学起来。再继续买些学楞严咒，你若不是个持，迄、那个药会个燃烧，你渐渐持，伊就渐渐无去啊。哈、哦，啊，若有个持个楞严咒的人，邪法绝对讲袂出来。万一有过去含人扣角，还是人要跟你糟蹋，你去持楞严咒的人，邪法绝对跟你讲袂了。安怎样吼？不是个期待啤酒嘛，会当破消化。好，休息十分钟，好，明天准好。